这绝对是你不敢吃的一顿美食大餐。端上餐桌的这道美食叫做巨蟒宝鳗，但是这道菜的精髓并不在于吃蛇肉的本身，而是用匕首在它身体划开一道小口，等到里面的小蛇一出来后，就直接用手抓起来送进嘴里。然而这也仅仅是一道开胃小菜而已。还没等对面的小美从惊讶中回过神来，紧接着第二道菜也被端上了餐桌。这道菜正是用纯天然澳洲屎壳郎制作而成，不用多说，味道肯定是极为的鲜美，并且还包含了营养丰富的蛋白质。就在富商准备享用美食的时候，他却发现对面的小美有些抗拒。富商听后只是笑了笑，然后继续品味这大自然给予的馈赠。见到此情此景，小美那是一脸的嫌弃，于是叫来服务员准备点一碗汤来压压惊。可就在他看到热气腾腾的汤锅满心期待时，下一秒汤里的大眼珠子就漂浮了起来。但这些都不算什么，接下来这道菜才是重头戏。这真的是一部非常好看的动作冒险电影，强烈推荐大家一定要去观看原片。